2月十一号礼拜日上午8:30，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百官斋戒，点万灯、供水、护生、甲甘露施食。联络电话：03-989-9319。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生命电视宜兰三星大悲观音道场举办传授八关斋戒、点万灯、供水、护生暨甘露施食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2月11号星期二上午8:30开始，地点大悲观音道场，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欢迎大众前往护持法会，庄严道场，牌位超荐一律免费。在那神光之时，天空中圆满智慧金轮所放光，消除一切众生愚昧暗，于自在佛妙音我定力。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从现在起，文殊菩萨妙不可言的传奇故事，伴随着五台山的佛教生生不息。其实来参拜者未必全是信徒，但是向佛向礼敬的那一刹那，一种对于未来的期盼、心灵的寄托和神奇的崇敬，却都是绝对的认真与虔诚。为了六道众生的苦，升起这个大悲心，还有这个大悲心，而自己也发起殊胜的菩提心。
然后呢，发了菩提心以后，视为空性，然后我们自己呢，在空性里面化为文殊菩萨，然后十方诸佛菩萨都随喜的发心，也化为文殊菩萨，融入你心间，然后呢，合为一体，以这个功德力融入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人道、天道、阿修罗道，获得了文殊菩萨的加持，又变成文殊菩萨。所以在这个时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大家都得证了无数菩萨的果德，这样来回向。好，阿弥陀佛，大家到我们楼下点。沉静与安详，是来自五台山的历史悠久和如画般的风光与壮丽的文化艺术所绽放出来的光芒，更是山西人最感怀的精神堡垒。无论是徒步迎向宝华寺，一路欣赏宜人的山翠河清自然风光也好，还是参观尼众古刹普寿寺的十方学界道场，亦或是到十方丛林的碧山寺住下，体验个几天清修，都能感受到沐浴在这里的祥和与温馨。建筑在半山坡上的佛光寺殿堂层层相叠，其木质结构建筑及大殿门板都是超龄历史古物，佛坛上的彩色佛像与壁画威武多姿，还有梁柱上留下的题记，让人感觉走进唐代的时空风韵之中，随着古人一同恭敬的礼佛灭罪。历史悠久的重要地方是秘密寺，也是传说中文殊菩萨所五百条龙潜修的龙洞所在地。来五台山的人必然到此一探，因为龙洞这一条狭长的岩缝充满了传奇色彩。登龙洞远眺，除了有如进入仙境，它的奇幻景致更是令人向往。文殊洞因文殊菩萨曾与洞中修行成就而得名。
到此洞中闭关修行，得到殊胜的加持力。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